手旁边有一些要用色，我以为是没有钱的。你们那个会馆没钱。打算不给他钱是吗？后来居然有，那就居然有，你觉得赚到？对，好苦啊，怎么那么辛苦？可是你可以去演不是星爷导的电影吗？别人导的电影你可以去演吗？要问星爷，要问你演过了已经啊？对，冯德伦的哦，冯德伦的星爷，冯德伦他也演一个武道老师，哦，又是老师，他也是一个跳舞的人。哦，所以你也会跳舞？你会跳舞？对。在现场来一段。Sorry， 不是我讲的，是星爷讲的。对，哎，你老板叫你干嘛？你应该可能要干嘛哦？但其实，在戏里面，你就跳你在这个戏里面跳的这个东西就好了。哦，好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也算是跳舞？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得更清楚，我们再来看一次。为什么你不用这个 moonwalk？ 啊，他会 moonwalk 吗？不用用 moonwalk 吗？系啊。来啊，来啦！哇，快下！有吗？有，还有一个 moonwalk 的，你会吗？会。好厉害！谢谢。你还满意吗 ？OK 吗？导演，你觉得？我还好。好像是骗人的，是来搞笑，好像是来康熙，来我们节目跳的最烂的。对，所以你明白，就是我们当导演有时候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对，有时候看见有一些演员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你其实是慈悲心的，对，佛心来的，做善戏的。每一次我想怎么样都。哦，没，算了，由他跳吧。哎，李尚正，星爷骂人的时候最凶会骂到什么？最凶会很大声的骂，会骂到祖宗吗？会骂到你的祖宗，就是他爸妈，他应该不认识我的。他不认识我的。就是字里面会有你的爷爷啊，爷爷奶奶的，妈妈的，对，没有，我没听过，没听过，没有吗？爷爷，没有，外公奶奶，对不对？外婆没有，所以他骂人的时候是只是照着那个发生的事情来骂，都不会骂别的。对，很生气的话那种。当然了。他不会骂说猪头啊什么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啊。或是你这个白痴，你给我滚啊之类的。我啊。应该是有啊，这应该有啊。没有。导演笑成这样。没有，杨梅。猪头肯定没有猪头。猪头那么可爱，怎么有人骂？白痴就记不起来了。白痴记不起来，记不起来。猪头肯定没。那被骂完之后要怎么办？他才会不生气？不好意思喽，那就道要道歉吗？对。怎么要说星爷我错了吗？还是？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来一遍。哦，然后他就会，大概 NG 几遍他就会受不了。NG 很多遍他都不会受不了的。那到底是怎样他才会受不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有时候就是会受不了。听不进的导演，太情绪化了吧你？通常星爷会凶女演员，通常是演员受不了。女生的当然会斯文一点啦、啊。哦，斯文一点，温柔一点。对。可是所以对男演员是很粗暴，是吗？你凶 Selina 看看。就他假装他演坏，就是我现在演坏，或是我台词就是没有背好。我完全不会凶你的，我觉得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凶你。哎，你现在在拔他吗？你现在跟我说你裤子，你总会凶我吗？
你不是讲你们俩在聊天吗？没有啦，我猜中他的心思，他说我很聪明，我说小事情，我们已经变成好朋友了。哇！还是 Ella， 你觉得这一次？Ella 可以坐久一点吧。我是主持人，我要坐哪里我就坐哪里，由不得你们。你觉得这一次你们帮他唱这个主题曲之前，星爷有听过你们的歌吗？我觉得他一定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有。哦，有吗？不，唱之前当然没有啦，都没有唱，还怎么可以听得到？其他的歌啊，我们其他。哦，你们的歌当然听过了。真的假的？不用勉强啦，真的有吗？有谁没有听过啊？有啊，他们搞没有听过。很多遍。你是干净吗？哎，我说得出歌名。你说好了，你说得出歌名啊？中国娃娃。哎呦，中国娃娃还是中国话？中国娃娃。中国娃娃，中国娃娃是多了一个字。多了一个字，很多呀。很多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了，我就说他是在说梦话嘛。剪掉了。不要说了，你们他听过。那你讲一首歌名来听。好像是什么海盗？什么海盗？那是黑脸的。说笑的。我们不可以问导演，对不对？可以问啊。你问好了。其实我是记不起这个歌名的。来呀！我从来都没有一个歌名我记得住的，但是我听很多了。哦，好啦，没关系了。那这一次是他选你们的吗？还是他不得已接受你们唱？他应该是千挑万选，就是好像对，有给他一个很多名单，现在当红的艺人，然后他就删掉很多人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圈，哎，再去圈打勾。很怕错掉，是不是？怕不小心勾到蔡依林，这就是一直圈。然后跟他讲杰哥，他那么喜欢你们，怎么不找你们演戏啊？我们没时间的啦，很忙的。你吗？你演过电影没啊？自己用 DV 拍算不算呢？老婆你好梗。星爷御用编剧大爆料，大仙星爷特殊癖好。那个时候又编不到剧本啊，就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。所以想不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是去逛街呢，还是去说真虚了我一般。我一般是梦。所以我看了《长江七号》之后，问说为什么那个女老师穿的旗袍要那么紧？很紧。对，很紧。我们也有这样觉得。很紧，对不对？她的背影这样曲露。曲线毕露。不是我做的旗袍。我不会做旗袍。你这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啊。好，那。Ella， 你帮星爷抽下一题了。好，我帮你抽啦，好不好啊？没问题了。反正他可以丢掉，所以没关系。对啊。你要先问他要不要这一题。答不答啊？这个也丢吧。丢掉。好一题了。都有。这个可以的，这个。好，这是谁的？有是哪一个？有过来了。